哇，那那个霸气！我帮你多。一把搂过妹妹。霸总来了！霸总来了！啊，好乖！霸道总裁。 哎呀，弟弟也来抱抱。弟弟叫了。我刚刚真的是一把搂过，我觉得那个好可爱呀。你看我进来了。爸爸，生日快乐！ 宝宝，宝宝，那就要见见看看了啊！哎呦，我们去探索一下这个小地方。里面没有火锅，我头都动进去了，头动进去了。里面没有，我们摸摸的头很小。宝宝，这什么造型啊？ 太大了，太大了！哎呀，那，哎呀，这么大！哦，好棒！啊，宝宝！我们是饲料的问题，用叫，乖乖，用叫。 我们要找石头大哥了，使劲啊，使劲！咬咱们，咱有的是钱，咱不缺钱啊。哦，好好玩的，好好玩。你们还剩哪个？五年，还剩哪个宠物呢？你看，快点发光光了啊！ 快点踩个东西，不要发到车椅下。哦，好漂亮呀！这小耳朵，哦哟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这孩子，这孩子简直不得了。哎呦，乖娃娃，漂亮的脸呢，太表扬了。 想看一下现场的人山人海，那我举起来给大家看一下。稍等一下，我要举起来了。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先给大家缩小看一下，这是我们我剩下的位置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举起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我的左手边，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右手边。 这是右手边，一直排到那边去了。你好，我可以换我的位置看一下。现场的人山人海，然后花花躲在前面这个角落里边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哪里没位置？那里看不到嘛，所以没人。我怎么？啊。 那边三楼挡住了。能看到吗？背对着。看到他吗？刚刚看到人山人海了吗？真的人多，刚刚人更多，就是人一直是这么多的一个状态，就没有说人少的时候。爸爸，来一点吧。